团大将，来陈柏惟，来怎么样来看这个态势呢？刚刚看起来，如果我们平心而论，起码现在民调拢是不是啊，是加盖碰轰哦，是安内哦。来，你怎么看这个态势？哎，我想要跟蕴涵讲一下话，我教你要怎么选赢，好不好？对他真的、啊，他很担心2016的事件重演。我要努力做自己。不是、啊、你也不必看这样了。他的发言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他的发言看起来就是蛮天真的，因为。不要考虑母鸡啊！你今天这只母鸡如果是有问题的，跳出来说哦、啊，罢免韩国瑜啊，然后对不对？代表正直的国民党。我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啊，那这样子，我是你们民党提名，我怎么真的？真的，你没有，你听我讲，你罢免韩国瑜，你就有声势了。真的，我不骗你。不是啊，韩国瑜很明确的是一个，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是在那个退潮的沙滩上，那等一下一波浪潮来，你又要被卷走了。韩国瑜很明确的，从去年韩流一直到现在，不断的，哎、欸，你看你们观光局长在干嘛？爱情摩天轮、宝可梦、阿诺斯瓦辛格，那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还有小三通？对，你要怎么替这些事情背书？所以，他整个、欸、可是我觉得我坦白说，这件事有正反面。但你说的是这些反面，但是我观光局长潘局长他做的这些事情，其实让高雄的能见度非常高，所以用说谎的所有的能见度，这是大家都好了，可以负面形象啊！你就现在开始，我觉得真的是，你看啊，我从美国搬回台湾，今年第八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高雄在台湾这么的。你知道吗？亮丽。来，我解释给你听。说，哎、欸，到底要做什么事？所以我说你天真，因为你不了解背后的状况。我在2011年的时候在友台当过记者，你知道那个时候高雄只有三个情况会上新闻：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。那现在这些东西全部都负面，刚好集中在市长身上。哎、欸、啊，大家那个新闻焦点就来，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啊。所以为什么要做负面新闻，让媒体来拍？因为我们平常喝阿贡，我们在讲捷运这一条 B 多少啊，然后转弯系数要多少，油要抹多少，不会叫讲这些东西，没有人报啊。然后他来的时候就很正面的宝可梦没有来，很正面的阿诺斯瓦辛格没有来，很正面的说谎，很正面的说谎。等一下，我先确定一下，你的正面是说发言正面，还是他讲话的时候看着你就叫正面？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对潘局长佩服，觉得他讲什么真的做得到。我说真的，他在做到了什么？为了你来的这个从政的路途，我建议你尽量不要跟韩国瑜跟潘。你要发自内心啦、啊、发自内心。为了你未来从政。像我对市长啊，我对市长想要喊话是，请市长真的整合，因为我觉得。就像郭董已经说了，你对市长喊话，叫他把办公室顾好就好了啦。对，就坏了。你已经选过了，我们还是、欸、我这个都是真心的。不，安乐，如果他是坏人，你要把鲜花搞起来，你也搞。好，你别搞，我高雄人嘛，我搞。叫他支持柯文哲。高雄的水哦，拜托改善一下啦。高雄的水。对啊，自来水还敢啉一下。对吧？你可是现在把钱呢、啊？我来，我相信你，你摸到回答了。现在已经摸到了，拜托。陈柏惟，我先问你要回答，你要回答水的问题吗？我帮你好好了解。好，了解一下。来，我跟你讲啦，高雄市的接工率是偌济？卖讲高雄市台北市偌济？你敢知影？77%嘛。啊，你敢知影高雄市二十当前、三十当前是几趴？7.8%啦。谢中庭甲陈菊刷甲接工接到80%的时阵，县市合并总阁落落来60%无够啦。啊！你讲这个咱才讲的这个六十趴的水质安怎？啊，无问题是你无接，46%考虑还是不错的、啊。来，陈柏惟，你自己挑战，为什么？你应该跟蕴涵好好选啊！你就盖伊，你哪都对他那么没有把握？人家说你可能去盖伊算的话，跟邱志伟战就好了。他、啊、为什么要挑战严家？对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、欸，跟决心呢、欸。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敢去挑战严家？欸、因为我安尼讲好啊，你看伊是咧做啥？你看伊是关心民生的部分，关心经济、国防、两岸等等嘛。那较早我是一个制片，那我咧想讲，欸，我管的是进度、制度甲预算，啊，我要伫地发挥什么我的功能，才会当替这个国家做代志。所以我发觉到讲，欸，其实林焕仪就是台湾国会的制片长嘛，台湾国家的制片长。所以我想要礼拜林焕仪来替大家做代志，这个时阵有做严重的问题。像柯文哲市长讲，吼，我们把小事情做好，就会完成大的事情。那对咱来讲，恁大对咱来讲，目标要设定，咱才知影要安怎行对迄条路嘛。
啊，你若反方向走，这都不是头路。所以咱即马咧看的是讲，台湾目前2020面临上大的问题，就是对美中贸易战表态。你到底要徛伫民主自由这边，还是共产独裁这边？其实我观察蔡英文总统，伊敢有挑衅过中国？伊拢是互抢回嘴尔呢？我去互拍啊，然后防守，这叫做挑衅中国？其实我无多接受。所以台湾国会真上大的问题，歹势啊，中国国民党是上大的问题，因为咱无充足的台湾人政府，台湾人政府。正常的政府，什么党拢有啊？基进党啊，时代力量啊，包括台民党，只要台湾人政府有够侪，民众党，对，啊，那这的物件，吼，台湾人政府会当讨论到社会路线嘛？但是你如果台湾人政府内底有中国人，爱足奇怪，严宽恒甲黄昭顺捌提案，吼，是欢迎中国人来台湾用鉴宝，啊，你就讲鉴宝，啊，你就感觉足奇怪，啊，是安那台湾人政府会讨论中国人会当使用的代志？所以台湾人政府也未建立之前，对我来讲。我认为台湾国会改革上大的问题，不是中枢的问题，不是透明的问题，是啥物？是内底阁有中国人的问题。所以爱甲一张中国牌掀做一张台湾牌，这是这道2020上大的目的。啊，我伫高雄全拢绿的，我甲掀敢有啥物意义？我的想法足简单，即句话毋是会当有人讲啊，你们不要去讲这个。我感觉足简单。真正要出来整，要为台湾出来整，不管是少年仔，还是有理想性的出来整，你应该是合力抗中的，对吧？对啊，你爱把零分的牌限制60分、80分嘛，你不是把30-40分的牌限制，这个进步有限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场上重要的就是台湾人起立，啊，中国人落来，台上中下，台湾基进起立，中国国民党落来，安尼才会为台湾的这个政府会当较好的发展的方向嘛。